大家好，我是小秀，好久没有吃包子了，今天我就来做包子了。想不想尝？想不想吃包子？嗯。先倒入面粉。这是发包子的酵母粉，把这酵母粉倒入这个温水里面，把它溶解。等它溶解完之后，然后放入这个面粉里面就可以了。我糖扣放了一点哈。把这鸡蛋也放入面粉中，我前要是模仿了，把酵母粉也倒进去。我要再倒，好，也是面粉。面粉已经揉好了，现在让它发酵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萝卜、莲藕还有肉，这三样面已经发酵了差不多40多分钟了，很明显比之前大了好多啊。现在开始做包子了。我包包子最喜欢皮薄馅多，这样吃起来才好吃啊。怎么样，这全是我包的，好看吧？包子已经包好了，现在上锅蒸了。熟了，可以出锅了，好香啊！看着是不是挺诱人的？我来尝一尝，看这包子的味道怎么样。真的太好吃了，好巧啊，我可以吃6个哦。晚上都不要吃饭了。